Alright guys， 欢迎回来 Rock 频道。鉴于你们众多人提出的问题以及强烈的要求，今天短暂地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双 New Balance 的 2002R。大家在开头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个人对于 2002R 这双鞋一个风格搭配的理解和诠释。我个人觉得这双鞋的生活场景应用呢，应该就是这样子，有这种比较 chill 一点的 lifestyle 的感觉。首先看一下鞋盒吧。今年的2002R复刻呢，已经不是美产了，所以只是一个普通的 NB 鞋盒。然后码数的选择的话，比较阴差阳错的是，我没有买到自己平时买 New Balance 的码数，所以呢，我是拿大了 0.5， 就是拿大了半号，结果还挺合适的。我自己想了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它这个鞋型呢，稍微有些上翘。我全新的时候收到呢，大概就是已经这样子了，还没有穿它太久，大概穿了接近一周吧。它这个位置，我刚拿到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点鼓起来，在这里。然后整个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拿到的会不会这样子，就正常来说应该这样扯平一点点，但是它是往里面凹收进去了，就我刚收到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换了860 V2 的底，然后它整个鞋型上翘的比较厉害啊，我拿大了半号，结果还是合适的。我穿起来的时候脚是正好顶到这一个位置，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啦。那这是码数方面的一个建议，你拿正常的 MB 或者是拿稍微大半号，我觉得都能穿得到，应该也不会太难受啊。我是喜欢它蛮久的了，只是之前一直都是美产的2002嘛，然后确实很难找我自己码数成色好的，因为我是想拿来自穿的，但我想自穿的话，确实我找到的只能都是战斗成色，所以就一直没有入手的机会。那前阵子看到的这双鞋要复刻了，那其实我也就二话不说直接下单了。我当时拿这双鞋呢，一发动态图片，哇，很多人说很好看，什么鞋，也很多人说好丑啊，我没有办法接受，简直就是我爸爸穿的。我个人反正是蛮喜欢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这双鞋最丑是1分，最帅是10分，你们会从1到10打几分呢？因为种草这双鞋的时候呢，应该算是我在看长谷川做搭配的时候，他有几幅图用了2002当时元年版本的那一个鞋型，我个人觉得超帅啊！当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我自己的码数。到手之后才发现，原来他这次复刻呢，不是100%的还原，因为他的整个大底，我不知道他是原来的大底的模具丢失还是怎么样的，反正他是换成了860 V2 的 Y 底了。但是不影响这双鞋的观感，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依然有2002的味道。那因为换了之后呢，可能也不能说完全100%复刻吧，所以名字就多了一个 R。我个人的理解，这个 R 会不会有点轻量化，或者是 racing 的意思，就是整体确实轻了不少，因为这种材质呢确实重量上很重，比起这种泡棉来讲要重很多。我觉得换了也无所谓，因为它脚感还蛮好的，真的。我也是强烈建议提问的朋友们，就是喜欢的话直接去买，过后再看我的影片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不会吃亏的，毕竟虽然说它不是美产了，但它价格也下来很多嘛。然后材质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还不错，蛮好的，有它一如既往的这个鞋款定位的这个标准在。很多人好奇说这双鞋到底是什么颜色？肉眼看上去其实很难表达，他们还是管这个配色叫做原主灰啊。一般是他们，我个人觉得它是有点军绿色或者橄榄色的灰，不是非常正宗的纯灰色，这才叫灰 ，OK。然后这个是卡其色。这个叫军绿色，没有意见吧各位？所以你们自己在画面上看看这个颜色到底属于哪种颜色，因为每个人的色感不一样，这个东西还蛮主观的，我就不在这里过多的引导了，大家自己判断吧。重新复刻之后的 2002R 一定要注意的，名字多了一个 R， 它去掉了屁股上 USA 的这一个 logo，变成了一个简单的 New Balance 的标志。除了鞋底之外，就鞋身的变化不是很大，稍微有一点细节上的线条的这种折线的一些角度的变化，曲率的变化不是很夸张。我自己也没有元年2002的实物在手里，我只是在图片上对比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参考。其实我个人觉得换了这个底反而是件好事，它真的轻量化很多，很适合日常出门行走。在我自己的这几双 New Balance 的鞋款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它脚感算是比较上乘的啦。如果从硬到软排序的话，最硬的应该算是991这双真的比较的实心，它的底没有太多的回馈感给你。当然不是它不好穿，它也蛮贴脚的。再过来就是990 V5 的泡棉确实不错，但是它没有给你非常积极的回弹感，它确实缓震还 OK 啦。那再过来呢，应该就是2002R 了。
它的底是 860V2 的这个底，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底还算是蛮适合这双鞋的一个定位吧。除了说它的设计感之外，整体的回弹性，包括它一个鞋底的鞋楦形状呢，其实也有一点改变。我就很喜欢这种形状的鞋型，鞋的前掌宽，鞋头尖，我觉得这种鞋型非常好看，很耐看。可能也是因为换了 860V2 的这个底的原因，2001本身它鞋型也有做一些调整。反正我整体觉得啊，这双鞋调整之后呢，是更适合我的脚型日常穿，没有问题。然后整个脚感啊什么的搭配感都非常好。当然，我觉得可能是由于不小心买大了半码的缘故呢，鞋口有一点点松，所以你看我绑鞋带的方式呢是稍微换了一种绑法，把这个位置固定的紧了一点点。比起950V5 来讲，我觉得它鞋楦更好看，它是那种有点水滴型的效果，前掌过来到鞋头是比较收窄，比较偏尖型的，没有那么圆头的感觉，看起来比较醒目，没那么笨。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尖头一点点设计，它在保证缓震的同时呢，回弹性的感觉会更加明显一点点啊。当然，回弹性再怎么明显，也不及这双 Fresh Foam X 的底，这个没有办法 ，Fresh Foam X 确实非常非常的弹。所以这是大概一个中底泡棉的一个定位的不同的等级划分，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这款鞋整体的质感呢，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它有那种非常细腻的磨砂面的牛巴革的一个材质，然后加上非常非常透气的网面，这网面透气到我觉得超夸张的，就是有点像针织面，像 Flyknit 那种袜套鞋感觉的设计，就有那么透气，透过光看的话，你是可以穿过去看到对面，就很夸张这个透气感。然后鞋中底包括外底的材质都很好，后跟的话这一块是他们独家的 Endurance 的一个加固的耐磨外底，然后前面这一块呢它不是特别硬，但是也是非常抓地力非常好，有那种就是你在光滑地面会有摩擦声的那种。一切一切我觉得唯一一个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内衬，不是说它内衬不好啊，可能它选的有点太过于细腻了，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内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从画面上感受得到，细到已经就是非常容易起球。我才穿了也就是一周吧，这个位置已经稍微有一点点不像一开始那么细腻了。然后还有就是鞋垫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采用 OG 的 Authorized 抗菌鞋垫，它就普通的一个胶鞋垫，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鞋垫的表面也是跟内衬一样的那种非常细的绒，细到就是我前掌的这一块已经起球，已经花了，就才穿了几天了，所以这是我也不是说不满意，就是会担心它的耐用性，对这个会有点怀疑。我不知道如果说要我长时间穿着的话，我可能会把鞋垫替换成别的款式的，当然内衬这个就没办法了。那么2002R这个鞋型呢，是基于2002这一款在2010年诞生的鞋改进复刻来的，换了底嘛，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然后包括今年会有很多2002R这款鞋型的联名，目前看到的大概已经有 Cost Fundamental 的，然后 N Hollywood 和 Invisible 的，然后是 This Is Never That， 还有一个 Salad Family， 我不知道它名字是不是这样念啊，橙色的那一双。就目前我知道的大概是这几款联名，后面会不会还有呢？暂时不确定。跟着这一双原主会一起推出的还有一双黑灰鞋身呢，白色中底的那个配色，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颜色比较好看一点点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New Balance 他们这一次官方推送的一些文章的消息，有一些这双鞋的穿搭的照片示范嘛，他们都没有用一些年轻的模特，找了一些大叔，甚至胡子头发都白了。我个人觉得他们在对这双鞋款的定位呢拿捏得非常准啊，这双鞋我个人觉得就是给那种有一定年龄或者说阅历的成熟一点的人士去选择的。太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不太好驾驭得了这双鞋，这也是为什么评论里会有人说特别喜欢，有人说太难看了，简直就是我爸爸穿的啊。这个我 whatever， 你自己清楚什么适合自己就好，没有对错这个东西。我个人对这双鞋的理解是，想要有成熟大人感觉的 boy 们去穿，或者说是想要显得年轻一点点的大叔们去穿，就这种感觉会比较适合这双鞋。我不知道我这个定位拿捏的准不准。整个2000系列呢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有这样个系列诞生命名的，1700之后就直接到2000系列的鞋型，没有1800、1900，这个很奇特，是因为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呢，原本是他们临时决定我们要以年份来命名新的鞋款啊，就不再以过去的命名方式了，所以1800、1900是直接被跳过的。你可以看到2000其实跟前期非常非常的像，包括2001也是，但是跳到2002呢，
像就完全不仅仅换了设计师那么简单，好像换了整个团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2040更夸张一点点。我个人觉得还是2002会相对来说比较好接受，就是这种设计感的情况下，2040我觉得有点过于夸张，它太过于未来了，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看 Alien 看异形那种电影的那种设定的感觉。那么2000系跟1000系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换了新的科技，就是这个 Energy 是这样念吗？因为他这个词也是他自己创的了。最明显的 Energy 的鞋型的底呢，就还是2002他自己元年的那个版本了，全部都是那个他的这个 gel 的感觉。但是到2002R 呢，它就替换成了只有后掌才有一点点这个 gel 的感觉，你可以说是半掌吧。嗯，不过也还是有它的灵魂所在了。因为我个人对全部都是这个材质的鞋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这种实心 gel 的底还是蛮重的，换成泡棉呢反而更轻量化，更适合日常，我还是蛮喜欢的。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一个有点橄榄灰配一点点藏青色或者叫海军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觉得搭得特别的好看，使得这双鞋的配色特别的赏心悦目，非常的好搭配哦。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这种银色的皮质，就有一点复古未来的感觉，这个味道拿捏得十分恰当，所以我也尝试了搭配了一下，没有搭配太多，因为只是因为这双鞋我觉得懂得买的人应该都比较懂得搭配了，不懂的人的话他也不会去选择，所以我也不搭那么多了，节省一下大家的时间。我个人觉得配一条水洗一点做旧一点的军裤还是蛮合适，裤子是 vintage 的，然后上身的卫衣呢是 Byboard， 我前一阵子才入手的，我觉得他们的面料还是十分的特别，然后想说感受一下看看。然后衣服呢也是有黑色带一点点绿色的感觉，希望能跟这双鞋能衬得上。帽子还是你帽子了，不过反过来戴。然后袜子呢是 Goopy Mate 的那一双有点灰和军绿色的拼配的颜色，跟这双鞋的颜色我觉得还是蛮搭调的。材质上我也尽量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这双鞋的材质了，就是你看裤子的感觉，我没有选择那种非常功能性的面料，就是一些水洗到旧的不行的这些棉布，包括衣服也是纯棉的，反正整个感觉我觉得是比较 organic， 就是更加适合这双鞋，更加 lifestyle 一点点。区别于九系或者说千系的那些鞋款设计呢，这双鞋的设计未来感比较浓的同时，我个人觉得它有它自己的比较统一的视觉语言，就是它这种前面尖后面圆有点水滴状的这些镂空的感觉，整双鞋都是。如果你直接过渡到2040呢，它变成了一个细的这种大 N 字 logo， 就不是2002的小 N 字 logo 了，我个人觉得会没有那么的复古或者说精致，我还是比较喜欢2002整个鞋身的设计语言。包括我最喜欢这双鞋的一点就是鞋头这一个小小的曲线的反光条，这是我最喜欢这双鞋的一点。那么脚感呢，我还是蛮喜欢日常穿它出门的了，应该不会让大多数人失望，这个鞋的脚感真的 OK。 还有一个比较多人问的问题就是2002R 跟992应该怎么选。我个人觉得他们两个鞋款呢不是一个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预算有限然后你现在又比较心急的想要一双类似这样的鞋款呢，你先入2002R 吧，目前价格还是蛮友善的，这个整体的设计感啊，包括搭配穿着的一些风格也 OK， 应该能应付到你目前的需求。然后同时呢，你也再去观望一下992的价格，看有没有合适的配色、合适的价格适合你的，你觉得 OK 的话再入手啊。当然，如果你不差钱的话，我就建议你都入。如果目前发售的2002R 的配色你都不喜欢的话，我建议你再等一等，因为目前它的价格我看到蛮多平台的价格甚至有低于发售价的。那这大概就是对这双鞋的一些简单的上脚和穿搭示范了，还有一些问题的回答，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的选购和搭配吧。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帮助的话呢，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就点下订阅了。那我是 Roc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是不是有人好奇我背后那一张挂画是什么？其实是这一幅，它是2000到2010年十年间的所有 Mida Sneakers 和 New Balance 联名的580鞋款。真不知道 New Balance 什么时候愿意把580带回来。我个人觉得580它是一款非常优秀、非常好搭配的一个鞋款。